特里不舒服，特里不舒服。我看他喘不匆匆了，看他喘不匆匆，他是凭着坚强的毅力，因为他头脑很清晰，加上一个政绩十分充足，所以一定要把那个不合规、不合法的制度要把它推翻掉，所以他一直在鏖战呢，他。他也一直想尽法力用法律手段来解决问题，而不是用下三滥的手法。我一边在说这个问题的时候，一边向研究中心呢，把信息抄送过去把这个信息向研究中心抄送过去他那边在接受在接受知道这个问题很严峻了，这个问题很严峻了，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了的话，那个外星的计划再好，也是成功不了的，所以他们紧急的，把这些信息接受了，接受了以后，要很快时间内要做出反应了，做出反应了，正在这个时刻。变形杆，跟，继续击打国家机器，正在这个时刻，我就看到那个就像那个，那个电话是那个屏幕上复制似的啊，把这边多了一个，这边多了一个，这边多了两个，跟，要么一起打，要么就，表示增大的那个力量啊。用更大的力量在击打国家机器让在最短的时间里让它坍塌掉让最短时间里把原来的国家机器坍塌掉好知道了再见再见。